大家好，我是一名 cosplay 摄影师，喜欢在各种活动中拍摄 cosplay 角色。我喜欢 cosplay， 也喜欢摄影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。我喜欢捕捉角色的细节和情感，并将它们呈现在照片中。我认为 cosplay 摄影是一种艺术，需要将角色的特色和魅力展现出来。当我拍摄时，我喜欢和角色互动，让他们感到轻松自在，让他们在照片中表现得更好。我也喜欢尝试新的拍摄技巧和角度，让我的作品更加生动有趣。除了摄影，我也喜欢和其他 cosplay 摄影师交流，学习他们的技巧和经验。我相信只有不断学习和提高，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。总的来说，我热爱 cosplay 摄影，喜欢将角色的美妙展现在照片中。如果你需要一名 cosplay 摄影师，请不要犹豫与我联系，让我们一起创造出美妙的作品吧。